各位嘉賓，各位來賓，今日本人有幸獲得資本傑出中國高級石材供應商這個殊榮。咁啊，首先係多謝，要多謝資本雜誌啦。咁啊，獲獎係能夠進一步提升我哋基石控股有限公司呢個知名度同埋市場個地位嘅。基石控股今日有咁嘅成就咧，始終係離唔開我哋集團嘅經驗豐富嘅管理團隊啦。同埋就話所有國內國外嘅石材石礦嘅資源嘅支持啊，過去同埋現在，本公司做緊或者係完成咗嘅工程項目咧，其實大家一講都好清都知道，就係話，譬如話住宅嚟計，就係以獵過信山道嗰啲別墅啦，即係可能係全香港最貴啲別墅啦。咁亦都做咗35號百家道，阿李兆基先生同埋佢嘅公子嘅大屋啦。咁亦都做咗，而家係做緊新世界集團喺尖沙咀嘅旗艦，就係另外一間六星級嘅酒店，係 Rosewood 酒店。啊，咁所有呢啲咁嘅出名嘅項目咧，其實係我哋嘅專項嚟嘅。咁我哋相信，即係話，除咗中國呢個經濟發展迅速，同埋呢個建造業係一個經濟發展嘅必備嘅引擎嚟嘅。咁希望就係話，持住公司上咗市啦，咁就亦都係擴大咗呢個我哋產品多元化，同埋將個市場再擴大。咁亦都係順應住經濟嘅潮流個增長嚟到將集團個業務再擴大。多謝各位，再一次恭喜曬，都期待有更多嘅發展嘅。有請。